做母亲是可以为孩子牺牲一切的。爸爸也行，甭说是亲生的，就那些孤儿我都想申请领养了。你真的对孩子这么有爱心吗？有啊，你要是孤儿我也可以领养。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刚刚不是跟您说过我爸爸在杭州开工厂的吗？不过你不要失望，我肚子里面也有一个，你可以当他的爸爸。你不是没结婚吗？没有，可是我怀孕了。谁的呀？那个男人我不想提，他都不要肚子里面的 baby 了。我不想小孩出生以后没有爸爸，所以我想替他找一个有爱心的爸爸。我觉得你蛮适合的。这个嘛，你觉得我怎么样啊？你我是蛮中意的，可要是……你不是说你不在乎是不是亲生的吗？如果我们都不讲，小孩子一出生就看得到你，他应该那不就等于是亲生的吗？孤儿我是可以认可的，父母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宝马车头上插一奔驰的标，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能开不就行了吗？可要是出了故障，奔驰的零件配不上，宝马又不管修。要不还是算了。承蒙你看得上我，要不你再找找别人，我就忍痛割爱了。风让情，比你凄凄。